免费试吃生鱼片哦！食品展业者不手软，尾鱼沙西米给超大块，民众排队抢试吃，一口咬下，好满足。我满满一盒的，<笑>嗯，新鲜，给的大方，哎，对，好吃啊！试吃摊位人气旺，食品展还有法国主厨现煎德国白香肠，还有香料虾，在铁板上滋滋作响。土耳其最出名的冰淇淋也来了。老板太顽皮，卖了一只冰淇淋，还要打响骆驼铃铛，趣味十足。另外，这次展览瞄准现代上班族，比较少时间下厨，加热即时包成了新商机。把常温的红烧牛肉汤放进热水加热五分钟，下个面就有香喷喷的牛肉面可以吃。这是我们红烧牛肉汤，即时的人看。食品展登场第一天，试吃冲高人气，也希望能带动买气。